新闻继续来做好很消息，外款是刚以期的南谈国小在家长会的支持之下，邀请到石雕艺术家蔡英武老师助校来打造其幼南谈国小天文和生态课程特色的石雕艺术场地，来正式校园。十一号在副市长李雪丁和正校苏新共同见证之下，正式宣布开始创作。开凿仪式在南谈县乐团悠扬的个音当中，甲开始幕。校长杨献昌表示，在家长会支持之下，邀请石雕艺术家蔡英武老师助校打造特色石雕装置艺术，规划一系列的艺文融入课程，让囡仔发挥想象力以及创意。在寒假着手进行石雕设计竞赛，蔡英武艺术家打进学生的想法，蕴含着学校特色，设计出以两只石雕好朋友，光出大炮型的天文望远镜，做伙观天星的故事说。大头就带着这个大炮要来看天明看星星，因为结果他在观察的过程里面，这个我们的朱老师啊就跳下来，他也要看，然后在他看的时候，这个大炮说我看到了天南星，哎，他说真的，我来看一下，哎，结果这个朱老师啊说，哎，我看到了南头郭小的老师带着小朋友去那边做户外教学，他说真的，所以他有了惊讶的表情就跑出来了。今日开凿仪式是由嘉义市副市长李石丁、嘉义市南潭国小校长杨献昌、家长会长杨清任以及家长委员、嘉义市议员鲍大伟、文化局长洪明凯共同启推开凿，宣示艺术家助校活动开始。文化的气质以外，其实这个过程呢，对小朋友来讲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那么所以展现嘉义市在文化人文方面呢、啊、一个深厚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也期待我们艺术家跟小朋友都有更多互动的可能，学校把它当成一个课程，让这样一个石猴雕刻呢变成学校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活动。对这一个支持这样的一个计划，我想基本上有三个要点哈、哦。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石猴助校计划的话，能在美化我们的校园哈、哦，让我们这个校园更加的友善哈、哦。我想我们这一个生态公园要是有这样一个有活力的这一个石雕在上面的话，小朋友会觉得比较亲近哈、哦。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这个雕塑也充分，我想大家在这个台前也看到，也充分的表达哦。对内虽然是美化校园，对外是充分的表达南潭的教育的一个特色哈、哦。我们看有科技，有天文，有这一个生态，哦，那有人文雕塑，哦，这样子一个作用哈、哦。那未来这座宽度300公分的作品，将展示在学校天文馆特观楼头前，号码款老和同学投票来选出，就搞艺术准校雕刻，结合学校天文科学生态，加上艺术课程，经加入同学创意的号码，延伸到学校的人文课程，和同学的创意想法充分融入艺术装置当中。新闻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